好的，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管某。今天呢，我们就来玩一下男朋友。这一局呢，我的运气比较好，在红方还成功的选到了蓝，对面的阵容呢也是比较脆弱的那一种，这对我们男玩家来说是件大好事。蓝这个英雄不怕肉不怕伤，就怕对面控制强。对面控制要是多了，你二技能进团还没转起来你就嗝屁了。就像是你给队友说啊，我要冲了我要冲了，这波我可以一打五可以一打五，结果你刚进团，队友直接把你控的生活不能自理，直接带走。运气不好的时候，你的队友还可能会问候你的家人。我们玩蓝嘛，尽量就是蓝开，就蓝这个英雄中路抢河蟹的时候特别猛，所以进游戏就给队友说。下待会要抢河蟹，我们这里在29秒的时候挥一下普攻，然后直接点二技能加惩戒，在你普攻快要结束的时候释放二技能，就可以消除二技能强化普攻的前摇，这样打起来就比较丝滑。这里由于我们的中路不在，所以抢河蟹的时候先攒三个强化普攻。蓝这个英雄攻击目标越多他就越猛，如果他们二级敢在中路打团的话，他们是必炸的。就他们人越多我就越兴奋，两到三人的时候是最爽的，四到五个人的话可能你就爽死了。虽然我们喜欢人多啊，但是人太多嘛还是顶不住的。这里我们打完这个红 buff 就帮这个老夫子抓一下下路，结果对面直接就当着我的面把老夫子给杀害了。这能忍我们直接算了，小不忍则乱大谋。这个时候如果我上了，我节奏也会崩在这里，所以我们要忍住。我们现在就得悄悄的打节奏，然后惊艳所有人，让他们知道杀了不该杀的人会有什么后果。这里面上去给达摩老师傅刮个痧，然后他直接往有墙的地方走。大家都知道达摩的本体其实就是这个墙，所以在靠近墙的地方我们就不要跟他打架了啊。这人脑壁灯狂魔了，现在我们已经打了一圈野了，但是一个人头都还没有拿到，这样下去是不行的呀。对面上路两个人那么自信，完全没有把我放在眼里。现在我就上去用小刀拿他们的屁股给他们开开眼。我们先用一技能接近他们，然后再二技能跳起来，他们要进场我们直接大刀把他们拉出来啊。很明显对面这个刘邦比较怕生，一直背对着我们不正面跟我们说话，那我们没有办法了，只能进场和他强行交流一下。哎，交流完毕还收了175块的心灵辅导费。这里有一个韩信，我们直接选择跳龙坑跑路。龙哥别在意，我就路过一下，再见，拜拜，别再见了，再见我弄死你。这里我们下路比较劣势，所以我们来帮一下他。我们要打架之前先存两个被动，然后就盯着对面的法师打。这里我们直接把他拉开，不要靠近墙。现在呢就可以放心的锤这个沈梦溪了。来普攻直接收掉。现在我们杀不了这个达摩，所以刷几个被动去打野。这里我们收掉主宰过后再继续抓下路。由于没有野怪刷强化普攻，所以我们直接突进去。对面炸弹猫想跑，我们直接戳他屁股后面去把他拉回来。结果差了一点输出没有收掉。现在这里两个残血，我只能收掉一个。可恶，我应该收掉谁呢？这太难选了。难选个屁，对面谁厉害杀谁。这里呢我正在打我们的红 buff， 结果对面韩信在我们野区偷我的蓝。哇，这个狗贼你给我呆了，你敢偷我蓝，你我你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他敢抢我的蓝我就敢抢他的蓝，来人也没关系，惩戒带走。嘿，再见。哇，这真的是绝了，你别靠近我啊，你别靠近我，大哥求你告别。就很烦，但是没有关系，我们来抓一下对面中路。二技能跳出水面弓，用回旋踢把他拉出塔，配合队友直接击杀。对面韩信这个时候也跳过来放个大招，我们不用管他，直接走。哎，怎么又听到什么音乐声音了？你们有没有听到？哎，我操！哎，不是吧，两次了呀，我顶不住了呀，哥！哇，直接被踢在墙上 ，Q 都 Q 不下来。哎，你这个刘邦闯大招就过分了呀，就这吗？我们这里先打一下蓝 buff， 结果对面韩信又过来了。我们先迂回一下，然后等他靠近，一个大刀把咬住，点个惩戒直接收掉蓝 buff。这里我们再次用一技能迂回一下，然后趁他不注意直接跳出水面将其收掉。这里我们的状态不是很好，所以选择撤退。你们看对面达摩又来欺负我们的诸葛，哎，这次我不能忍了，直接二技能过去跟他打。现在只需要一直按二技能跟普攻就可以了。这里我的血线非常的低，但是没有关系，因为我说过对面人越多我会越兴奋。这里我们只需要按二技能跟普攻就可以了，他们站位越密集我们就越厉害。击杀对面法师过后，我们先迂回一下等技能。现在队友也在旁边，我们技能也好了，直接上去跟他们打。刘邦这个时候还想面对面快船，直接被我们马可眩晕给打断。对面射手我们追不上了，所以这波就可以撤退了。但是我在这里摊了一手红 buff， 然后我就死了，就突然跳出个韩信把我给弄死了。这里中路开团，我们再跳过去捡个人头，真漂亮。哎，队友死了，但是没有关系，我们杀个法师替他报仇，就挠他屁股，但是个人跑挺快的，没有关系，惩戒减一柱直接戳。由于我们这边一直在吊人呢，导致现在内部出现了一点小矛盾。看对面那个样子，肯定他们是想直接一波了。看我直接毁灭他们这个想法，我们利用一二技能直接突进到对面射手面前，然后再利用回旋踢把他拉进塔。我们这里直接把兵线和射手一起收掉，击杀完了过后就撤退，不要贪。他们这里那两个越塔的兄弟肯定不好受。现在对面吊了三个人，我们可以直接一波了。这个时候为了防止沈梦溪吃掉兵线，我们直接开到上去贴他脸。他们团灭过后直接选择了投降。游戏结束过后呢，我也成功的混了个 MVP。既然你们都看到了这里，要不投两个硬币？其实我这个人比较喜欢一键三连，要是可以的话再点个关注。注也行，如果都不行的话，就刷一个下次一定，证明你们来过吧。那么本期视频就先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